现在我把秦刚公的内容和他的起源跟大家介绍一下。秦刚公从我师父教给我都是单传，但我师父大把手是我师爷教来的。我师爷是湖北武当山太子坡的出家，我师父是在山西山阳县大天竺山出家，但我师父教给我的时候是在山西华县，就是现在的华县，古代的华州，三国的张飞在那儿古城就是那个地方。那么教给我的时间嘛，那因为我本身上也有病，所以把这个金刚功先教给我，练了不到两个月，我本身一些的病消失了。我大概把这个第一步，第一步，两手插顶立三焦，它是调整三焦之气，三焦在胸部到上到手为上焦，从心口到肚脐为中焦，那么从肚脐到下到腿到脚为下焦，这是三焦。三焦的气是第一个带动冲脉，人身上有八个大动脉，有冲脉、带脉，有阴跷脉、阳跷脉，有阴俞脉、阳俞脉，它一共是八个大动脉。你看，冲脉、带脉、阴跷脉、阳跷脉、阴俞脉、阳俞脉，这是有六个，阴俞、阳俞，阴跷、阳跷，有任脉、有督脉，这个任脉或督脉是在人的前后，那么冲脉在中间，人身有三条大路，最重要的就是中间那一条冲脉，这个带脉是在人身的一周围，一共是八个大动脉，八个大动脉，刚刚我们这八个工作，八步，一步代表一个动脉，那么另外一说，一脉动，百脉俱动，也就跟你们开机器一样，你这个一个机器发动，全机器都能动。最要紧的就是一道冲脉，冲脉下边从阴跷脉开始，一直的从中间，通过脏腑，通过心脏，通过脑海，一直的到大顶，到这个人头上百会，一直到上，下至脚心，脚心有一个涌泉穴，它上下直接通。那么这个上下这个一个脉一通的话，这七部脉都通，因为它通过心脏。那么人的脉络一动，就从你心脏发起的，你心一动，八脉俱动，心脏为一身之主，那么肾脏为一身之君，脾脏为一身之气旺，这三个大脉络一动，你要知道，我们出家修道人也是这样，主要练的这三部大脉，一个脾脏属气中之旺，那么一个心脏能长神，心一动，百脉俱动了，肾脉属一身之君，那么万物立土不能存在，那么万物立水不能生存，另外万物立火是绝对不能动，这就是这三个大动脉。那么这个八部金刚连着八个大动脉，那么身上的有病是这个气血不通，周身的脉络不活，他才有病。人最怕就是肝脏，肝脏一恼怒就影响心脏，心脏一动一有了病，那么气犯包伤气，气包伤身，那么大部分得肝癌、肝炎、肝浮肿、肝硬化，肺肿都因为肝脏的上气，肝脏执掌全身的力量，那么胃生血，脾通血，
肝止血，心养血，那么肾脏能活血，没有肾脏之水，血压高必然要高。现在的好多血压高就因为你肾脏的水溃了，血不能上来，水火不平衡必然要生病。这是这八个大脉络通往我们五脏六腑的内病，通往七经八窍啊。我们两个手属于上泻，那么一个属于东南，一个属于西南，那么两个脚，一个属于东北，一个属于西北，那么四大正的就是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东方属木，西方属金，那么中间属五土。那么为什么肝火肺在上，那么肾脏火心脏，它为什么它有这个两家的肾脏要和心脏相对，它是心脏在上属南火，肾脏那么属水在北方啊，肝脏属木在东方，西肺经在西方啊，中间属五土，这是五脏的分别。那么我们人身上就是头部在上为南，身体在下为北，这是上下分开来。那么胸部的前面属阴，后边属阳，那么身上就分上下东西南北，那么四部就是一共分四面八方，大家都知道这个身面已经分开了。那么金刚功的第一步，两手插顶立三角，那么就是调理这个冲脉或一切的动脉都动，它不是一个脉络动，它都要动啊。它调理这个三角的气，把三角的气综合起来，它然后再调整五脏啊。五脏第一步先调理肾脏，手足前后骨肾爻，他先调理肾脏。肾脏是一身之君，就像我们用电，它是电的，它是电的最后的那个发电的那个电源，它发电那个电源没有你各种的电绝对发不动。如果我们身上这个肾脏的气不够，那么你养周身的力量都没有，那么世界万物如果没有水，什么东西都不能生存，它必然要叫苦要死亡，这是肾脏的主要一个脉络。那么第二步啊，第三步调理皮肤需胆菊，他们一个上一个下是开，到回来是一个往下拉一个往上合，它是一开一合。脾脏又在两肋，有两个大络啊，左边一个大络，右边一个大络。它为什么调理脾脏先在左边开动上下啊合，它都要用力往上推的时候，从耳根往上推要用力，好像举个千斤重往上举。那么右手往下按，就像按一个肘手，很大的肘手按住它不能起来，要用力，上下都要用力，它是开的用力。那么回来合的时间呢，都要上面一反手，上下力气对准，这么一反手精神它这个气发动，那么手一卷往下坠，下面手一卷往上提要用力，就像上边坠一个千斤重的东西往下坠啊，下边就像提一个很重的东西往上提，两个慢慢慢慢合拢啊，左右都是一样啊。这是上去要用力开，下来要用力合，你不用力合不住啊，这就是上下都要用力啊。这么是调理脾脏两个大络，人身上一切的气，那么脾脏是气中之王，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人的练这个气，这是练后天的气，不是先天的自然气，这要用后天的呼吸力量的。那么这是第三步。第四步
那么左肝右肺如射雕，它这两部上面肝执掌理，肝为将军之官，肺为宰相之职，肺就像跟一个丞相那里，他是善于能说能活，那么肺气能活五脏的气，但你要会用。那么肝气有抵抗力，肺气有活结力，他要练左边肝右边肺，哦，这就是左肝右肺这一切的力量都用上了，哦，两个手的任脉督脉，哦，阳与脉阴与脉都要用。那么你用一用心脏一动，那么五脏的气全部都动，就像人家就是说，五营四少嘛，啊，东西南北四营，中间有一个营叫五营，啊，那么这个肝肺一调整，大部分有病都是从肝上肯起病，因为人有些气不和，有些怒气肯伤肝，啊，有些一点不知道嘛，人家说酒衰财气嘛，那么酒衰财。都可以都好练，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气上不好练，哦，小事不忍再生大事，一点都不一样。这个人家能忍着，可以活，啊，能忍着为德嘛，啊，讲究修德，修德，德，有些人不能忍，他能忍，啊，我们道家讲慈悲为门，方便为主嘛，啊，我们是这种。道理就在这里。那么第五步就挨着心脏了。第五步回头望举，两手撑直，像一个直线。那么身体或腿是一致。你看你练那个回头望举，你那个身体往前出，后腿前腿弓，后腿蹬，他这个身体跟上身跟腿一致。那么两个手撑直往后看，它是交叉型，两个手的力量，两个手属于少阳，那两个腿的属艮，属长男，哦，它是太阳。那么少阳跟太阳相差，我们身上的就是立功或坎功，就是心脏或肾脏交叉，它处处是这样的交叉，它互相的活动，所以把心脏以所有的一切病它都能活动开。那么这是第五步。第六步，无劳气伤向后翘。那么无劳伤就是说，那个现在你们也知道，反正这个功法处处都带着有中医性的有中医性的原因，哦，黄帝内经它处处讲阴阳，但我们这个功法也是处处讲阴阳，哦，我们练这个功也是讲阴阳。那么我们的身体两个手合拢，两个手合拢就等于两个少阳合拢了。它为什么从上边往下去？从上边先跟口，那么是西方妙女，一个少女属于口，属于对宫，对为西方，哦，它先从上边从口往下把这个气往上推到中轴，好，然后再两个腿用力，人身体往后拧，这一个脉搏是带动身上的带脉，带脉就在这个肚脐一周围，啊，外边一周围，内里边它刚通七个脉络，通任脉、督脉，冲脉在中间它也通，啊。那么金刚功的第七步，啊，凤凰展翅周身离。那么凤凰大展翅，全身的筋骨力量气血五脏八脉一起动，啊，把全身上的力量全部拿出来了，因为在这个最后的话要用一切的力量跟这个病打仗，也就像我们跟敌人对仗了的，到最后要把全身全部的兵力全部对付这个敌人，啊，看病就如同用兵打仗是一样的。那么这个
全身的筋骨那么四肢展开啊，尤其是两脚踏稳，两手用力，从左步开始往上转，往右边转，转三个周围，提两个周围是一分阳二分阴，在天地阴阳之气那里边看你五脏的气全部调动起来，在头部分开啊，两手叉开，两脚叉开啊，那么先往从左往右，先往右转啊，往右转，两手左手在上，右手在下，两个手分开了，分开前头一个后头一个，前面一个左手往右脚点，那么右手在后边往上走，上下上下结合，也就像凤凰的一个翅膀，前面这个翅膀往下落，后边的翅膀往上走，那么点三点，这个三点就代表精气神，就代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任脉、督脉、冲脉，这三个大脉络都带动啊，带动我们人身上的气力啊，腕转点下三次，然后上来两个手一起上，就像两个膀背一起开动往上，从右往上往左转，转上三周啊，第三周在两个手在头顶分开啊，那么左手往在下，右手在上，往左转啊，右手那么那个手带身带头一直的往左脚左肩上点动，但老年人要用慢慢的点，不要把伤扭把身体扭伤，慢慢的点，那么你的手是不会挨住地，但嘛一点一点的会到最后能会挨住地，因为你身上的筋骨都展开了啊，这是一个大的运动，大的运动呢就比如我们身上那么五老七伤啊一切的病啊都在我们内部，怀有什么病它都能打开，因为它全身上的脉都动啊，反正总的来说你病在身上没有在身外啊，在这个身上的病全部都活动开啊，点三点，那么运动几遍，五最少是五遍，七遍也好九遍也好，那么你练乏了就休息，但练功的时间一定要吃过饭两个小时以后再练，早上起来练就在那个太阳快出来不出来的时候练，太阳出来的高了不要练了，那再练那容易起火，太阳快落的时候练也可以，那么少阳光或少阴光两下相对，这是练周身的这个八步的八个动作都在这一个工作上，都在这个凤凰展翅是最要紧的，那么第八步两足顿顿饮食消，那是用的那么人身上前后督脉或任脉、冲脉或带脉，这四个大脉络是最要紧的啊。那么两脚尖，两脚靠拢，两脚尖用力，脚跟往上提，往上一提督脉上，往下一落任脉上，那么督脉上任脉往下降，那么任脉往上升，督脉往下降，那么运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两膀靠紧，两手叉牢，两脚并拢，两个口牙要扣紧，扣紧以后你再用，一扣紧内里边五脏肠啊肚啊肝啊肺啊它都有了准备了，它都不怕蹲，你不准备的话一蹲它内里边它得起活动，它或者肠啊胃啊上下蹲动啊，自然要把牙扣紧，身体靠拢啊，然后再用这个脚往上踢啊，往上一踢督脉上，往下一去任脉上，它是一个脉络一上一下，就像那个汽车两边两个气球，一个上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啊，是那个道理。这能去
五脏的谥号，五老七伤都用完了，然后这个两嘴顿顿饮食小，就是有些人喝茶呀、吃烟呐、喝酒啊，这都为谥号啊，他能去这一切的病论。这八个动作就代表八个动脉凝结五脏之气，打退外来的病气，所以他这个祛病就在这里头的。道教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我们又是炎黄的子孙，我们为什么不爱护自己的祖国，不爱护自己的人民？我们人民的幸福要从我们人民身上发展。现在为了传这个功法，社会上的病人太多了。过去有一句话，过了九月九，大夫搞抄手，大夫根本没有病治了。现在为什么东东下下这么多的病？现在各大处小地方，这么多的医院住不下。那么现在人吃五谷带百病，那么就凭着这个五谷，人都不知道这什么是五谷啊。那么五谷凭着我们这个粮，他们又说这个麦、穗、谷、稻、玉米，这都是算一谷，叫活谷。我们玄谷就是树上结的那个柿子啊、苹果呀、梨呀、这么香蕉啊，这都是树上结的东西，这叫玄谷。那么筋骨就是车弯弯啊，那么西瓜呀、背瓜呀，这不豆角了这么长的吧，车弯弯，这叫筋骨。那么水骨，那水里都长了很多的东西，莲藕、莲菜还有菱啊，还有这海里都长的这些东西都叫水骨，连水也算一骨。但我们没吃五谷以前，这么已经打上药了。那么它未从长出来就打药，你不能现在树上结的很多东西都是打药防虫，让我们吃的这个果子它是带四季之气啊。你比如说苹果从冬天就发芽了，从去年冬季天它就慢慢的长芽，长出来的黄芽到第二年秋天它再收束，那么它里头打上很多的药，你说你不带病？比如现在我们种菜种啥，打这药长得快，打那药长得快，这五谷之间我们就吃了很多的毒性，所以这越来越病越多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功法拿出来，它能消除很多的疾病，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出家的宗旨，以慈悲为主嘛，以方便为门嘛。那么为什么说十道九医的十个道人有九个会看病的？大概我都讲到这里吧，往下大家练功好好的练就可以了。